2018香港小姐竞选决赛今晚圆满举行。经过多轮的才艺表演以及泳衣问答环节后，最后三强佳丽出炉，包括7号丁子婷、20号邓卓妍、17号陈小华，而邓卓妍获最上镜小姐、友谊小姐，8号陈静瑶季军为丁子婷，亚军为邓卓妍，而冠军则是陈小华。今晚很多网友有在看直播现场公布赛角的时候，17号的陈小华站 C 位，网友都留言表示看好他有冠军相，并预测他今晚会热门夺冠。2018年香港小姐三甲由民选产生，绝对实至名归。那么有你的薪水吗？